总裁亲自出面查假货，威风。我是很难想象的出啊，在夜黑风高的夜晚，孤男寡女，能干出什么？寡女。嗯。怎么样，主人？感觉还好吗？小柚子现在是可以退下了吧？妈妈不是说让你伺候我吗？凭什么呀？想的挺好啊。不高兴是吧？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，奶茶我爱优乐美。9秒了，说事儿吧。庆祝一下，你脚好了，从此呢，我不用再为奴为仆，我们两不相欠了，干杯！为了这个？嗯。什么我都得喝了。为了。 什么老死不相往来，井水不犯河水是吗？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嗯，干杯。嗯。啊。你至于吗？哎，我真的是，你这人真有意思啊！你喝个啤酒，你还挑三拣四的，真服了你了。你真的应该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。 我为什么要检讨？我觉得该检讨的人是你啊，每天毛毛躁躁，我比你大那么多，你跟我说过敬语吗？一点礼貌都没有，看什么看？哼！谢谢你的提醒，我已经深深的检讨过我自己了。只要我们两个保持一个完美的安全距离，我们就会相安无事。 你以为我愿意每天跟你低头不见抬头见吗？那你让杨快把亚曼公司的业务让别人对接，只要我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都保持安全的距离，我们就是好邻居。安排。谢谢。哇，大印，好美啊！ 我看着他们，我都饿了。这个时候，要是再来一点五花肉，绝美！是肥的那种吗？嗯，越肥越香。哦，不行了，自己慢慢喝吧。你这小身子骨真的不太行。 什么？你们两个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。悠悠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跟我们说实话，你和小何到底有没有可能？我这么撮合你们，你心思这么敏感，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哎，无忧啊，无忧，你刚才喊小何嗓门那个大的哟，你不要吓老爸啊。无忧，我跟你讲实话啊，我不是很喜欢那个小何。 你不要听妈妈的哦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两个呢，不要乱想，不要乱猜，我跟他是肯定不可能的。要是真的就好了。哎呀妈，你怎么了？爸爸妈妈都老了，就你这么一个闺女，我们终归是想把你的终身大事搞定吧？那，你就天天这么对我们。 他就天天这么对我们，你知道吧？怎么了嘛？玲玲，不要这么讲，不要这么讲啊！咱们又这么好的女儿陪着我们，多好啊！啊，我们又不是养不起嘛。就是呀。不难过啊，这不是养得起、养不起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他终身大事搞不定，我是吃不下、睡不着。哎呦，玲玲，妈，别为我担心呀。哎呀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之前不是张罗说让我去相亲吗？发过来看看呀。
来，喝口水。林青，你好多，好多可爱的娃娃，好像你。可是，铃铛呢？铃铛呢？哎，不管了，你没有铃铛，你爸爸搞的。我给你跳舞。对吧？对吧？不用担心，我站得稳。林青，你家沙发是不是该换一个呀？是是是，早该换了。我跳舞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我跟你说，林青，我跟你说，我以前跳舞可好看，我还会唱歌呢，我写了一首歌，叫《幸福的摩天轮》。歌词我忘了，改天有机会唱给你。幸福的事儿我都忘了。有些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别揪着不放，放过别人，也放过自己。下班之后碰个面。妈，爸，我上班去了。哦，上班呢？啊。无忧啊，你真的想好了，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？我想好了，我下班了我就赶过去。无忧啊，你要是实在不想去的话，要不就算了，好吧？是啊，算了。哎呀，没有了，妈，我这次真的想清楚了，我确实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不能让你们担心了嘛。而且呢，万一过去了合眼缘，那还是你们给我机会呢，是不是？我走了。那好吧。哎，无忧啊。你要注意安全呢，哦。哎，哎呀，还是没有谈成，啊，可惜了小何，那么好的小伙子，你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惦记着隔壁那个臭小子？我就看着小何顺眼，你管我呀？我不是要管你，我是说你那个算盘打错了。无忧都去相亲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就说明他跟我一样，也不喜欢对面那个臭小子。哇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呛死我呀！
醒了。嗯。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，放心吧。亮你也没那个胆。那你还问？对了，昨天何夏后面说了吗？你觉着呢？意料之中。哼，那你还喝那么多？他让我喝的呀，我又不能怂。而且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，不想牵累无忧进来。没想到你还挺重情义的。赶紧洗漱一下吧，早餐马上好。昨天晚上到你家，都还没来得及参观呢。哇塞，林琴，你个大男人喜欢娃娃。昨天晚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你连水果都摆得这么整齐啊，你是不是特缺乏安全感？喏，你看，果然是，你所有的物品都在小格子里摆得整整齐齐的，说明呢，你这个人内心也很需要陪伴，像这些小格子一样，需要被物品填满。也许吧。洗手间在哪？我去洗漱一下。里面。嗯。洗手间也真整齐。送你一颗大糖果。我吃好了，去上班了。哎，等一下。这是醒酒汤，带着路上趁热喝了，要不然胃会不舒服。东西是吐了点儿，只有我爸才会喝醒酒汤，但还是挺暖的，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我只是不希望你在工作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。昨天晚上也谢谢你照顾我。我走了。今天穿的好漂亮，谢谢。哎，各位，以我宣扬这么多年的这个职场经验哈，我分析，这次销售部总监的职位，应该是钱佳怡。啊，钱总一直管市场部呢。美丽姐，我觉得这两个部门它本来就有很多重合的地方，以前上面是担心权力过于集中，所以呢要让这两颗棋子相互制衡，分庭抗礼。这个圈是谁啊？你猜呀，可能是个意想不到的。哎，吴用，快，你压谁？好看啊，吴用姐，今天你这着装不一样啊，相亲啊。我就是给家里人走个过场，走过场你也不用演得这么真吧？来，我压老钱。论实力，论才华，谁比得上钱总，对不对？我也压钱总。哎呀，我是真羡慕无忧啊，和未来的上司自带闺蜜属性啊，这次打假又立下赫赫战功。无忧，
你要升职了，你多照顾照顾美丽姐，听见没有？吴优姐，你就是锦鲤。古人说的好，叫狗富贵五香啊。你想的有点多。哎，龙马，龙马，龙马，来来来。哎，钱总和别人竞选销售部主管，你压谁？我压这边。哟，嗯，你小国大，你为什么不压老钱啊？我说告你状去。直觉。直什么觉？压老钱比较重要。快点，快点，谁？好帅啊！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各位，受董事会委托，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他将接替肖俊秀，担任我们的销售总监。欢迎裘明宇。我不想说漂亮的官场话，只想把前段时间假货风波对唯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。没理由啊，老钱明明是最佳人选，董事会不至于这么没脑子，好端端让一个人空降过来啊。谢谢。这还不明显吗？肯定就是有人不想让佳一接任这个位置呗。这两个部门都是公司的重中之重，如果都给佳一了，他们肯定是害怕权力过于集中。可是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调过来一个对销售部完全不懂的人来当头，这学习都要两三个月呢。这个人吧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完全的一无所知，应该是做了功课的，有点东西。我觉得呀，又是樊总从中作梗。老钱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要是他好好干，你对那个位置根本没兴趣。你不对劲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呀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行了，你俩也别议了，走了。我怎么觉得老钱怪怪的呀？我也感觉他好奇怪。你比较了解他，你觉得他怎么了？看不穿。又犯这种低级错误，拿走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按照我说的去做。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注意到。没事儿。是你？裘总好。我小时候跟男孩打架打的。没事儿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哎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吴优，销售部的。林奇，你别问了，我这事帮不了你，帮连兄弟都没得做了。你别这么看着我行不行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？我就是随口一问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这种事情，老何怎么可能会告诉你？你别跟我用激将法，我不吃这套。真的油盐不进是吧？哎呀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是兄弟是兄弟，可是这事他知道咱们仨是兄弟啊？啊，他跟陆云这个事两年多了，老何一直背着害死陆云的骂名，你想看他背到什么时候？背到进棺材吗？对不对？身为兄弟，我们要帮他。还有现在陆曼回来了，陆曼是陆云的亲妹妹，当年我们跟陆云的关系也不错吧？你就忍心看着老何跟陆曼之间这个矛盾、这个误会一直这么进行下去吗？我们怎么帮？不是林夕，你不知道情况，怎么帮陆云出轨？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我
劲儿上来了，瞎说呢。梁宽，我今天是问你，你把事情告诉我，咱们两个一起帮老何解决掉这个问题。你可以选择不说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我可以去查。以我林静的人脉，我不相信我查不出来，对吧？如果我查出来，两年前的那个事会再被翻出来，那个时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你希望这样吗？哎呀，等等，你坐下，坐，消消气吧。来，我说，具体什么情况呢？我也不是。哎呀，我这不开始呢，要说了吗？你让我酝酿一下，行不行？酝酿个屁，赶紧说。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啊，老何向陆云求婚那会儿，那陆云就跟他提出分手了。随后就出了车祸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你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？你听我说完呐。后来我们就去医院找他了嘛，医生说陆云怀孕了，而且怀孕已经有8周了，这不合理呀。这段时间我和老何天天在一块儿是吧？老何没有出去过啊，唯一出去一次就是和陆云求婚的呀。也许陆云去找老何，你不知道呢？不可能。我和老何那会儿是24小时都在一块儿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边。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难啊，没有人手，也没有像样的办公室，还面临着第一批货必须要上市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索性住在研究基地里边。中间我们还见了几个商家，也是在基地里边见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那个时候陆云还来找过老何，但是被老何拒绝了，说想做出什么成绩以后再向他求婚。让陆云怀孕的人是谁？不知道。梁怀，我真不知道。我知道早就跟你说了嘛。这中间没有什么误会的可能性吗？能有什么误会？哎，中间见的人我都有记录的，日程表都是我亲手写的，现在还挂在我家里呢，为了纪念那段艰苦乏味的日子。你确定在那段时间陆云跟老何没有见过面？林青，我前面说了那么多，我不是在表达这个意思吗？那行了，我不跟你。我错。哎呦，林青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问下去了啊？问下去没有意义啊！我知道，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呀。而且啊，我和陆曼不熟吧？啊，我没有义务去解决他们所谓的矛盾，我能做的只是在仅有的感情支点下，站在我兄弟这一边。而且我和陆云也没仇，我没有必要去诋毁人家吧。哎呀，这事情都已经翻篇了，过去了，老何都不想提起了，你为什么要再深扒呢？这不是在老何的伤口上撒盐吗？我明白，林青，你的心情啊，我理解，但理解不代表认同。林青，以后呢，你要拎清一点啊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是吧？时间到了，大家都会忘掉的呀。行了，我不跟你多说了啊，那我撤了啊，别再查下去了。哎，张姐，这个区域是最合适的了，到时候窗户封掉，我要在这里放一个背景墙，做我的苏菲下午茶背景，粉色的，挂上小灯灯，不灵不灵的。哦，这里可以搞一个操作台，我用的。小助理，你的桌子放在这儿，这样我们两个可以看见彼此，好操作。记住了吧，小助理？不是，谁要当你小助理啊？而且我只是说借给你场地，没说让你重新装修啊。不知道了吧？最近我的粉丝疯狂的涨，随便几个人来你这儿喝杯咖啡，你这儿就变成网红咖啡厅了。我真的不想要那么多人，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拍几张照片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反悔啊？你拍了我多少照片了？哭的、笑的、愁的、丧的，你答应过我的啊，做我的经纪人兼小助理，而且还把场地借给我用。不是，你这动静也太大了吧？哪里有大？你这要全都撤出去，苏菲姐啊，你有考虑过这里老板的意思吗？我想跟班啊，他能有什么意见啊？天哪，真是没眼看，这里的老板迟早得给他换掉，幼稚。
阿姨不会亏待你的，放心。哎，你今天不加班吗？不用。哎，对了，小熊，哎，你帮我弄点吃的吧，饿了。我新研制牛排套餐，要不要尝尝？好啊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怎么都行。OK， 快快快，谢了。怎么样啊？我的新场地，人小熊答应了吗？必须答应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有家有口的跑这儿来解决温饱问题，不应该吧？是不是老林惹你了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去弹劾他。没有，你别跟我惹事儿了。我们家就是来亲戚了，他大表姐，我在外头躲躲亲戚。还有这事儿？嗯，家里一团乱。哟，这个老林可真行，他不知道你是洁癖吗？往家领什么人啊？结婚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什么事儿都依着你。跟你打招呼了吗？不过吧，这倒是也能理解，毕竟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没张罗没办嘛，人家在老家派一个人过来考察考察你，倒也正常，人之常情。我要他考察，我不跟他结婚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苏菲，嗯，你现在居然拿人之常情这种词儿来劝我，这就跟见怪不怪一样，不就是想让我在遇到没法处理的情况、不合理的现象的时候表现得麻木跟妥协吗？对吧？我早有所料。你料什么了？我就知道今天这种事儿一定会发生的。那你得意的。哎哎，你看你结婚的时候我反对是为什么？你根本都没有做好准备。结婚虽然是两个人的事，其实归根结底是两个家庭的事儿。叔本华就说过，结婚既意味着将互相恶心成为了可能，说多到位。如果婚姻里面没有忍让、包容、妥协，很难继续的。那也不能一味的包容、忍让、妥协吧？我觉得我这几天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我对他的家人已经表现出了最大的尊重。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就没想过让两家的父母跟亲戚见面，我处理不好这种关系。嗯，要再这么下去，我就失去自我了。我还是钱嘉一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最乖了啊！但是你是成年人了。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路还长着呢。万水千山，你刚走了第一步，要多想一想老林的好。嗯，哦，我可太难了。老何，来看看，看看，哎，看看，你别忙，看看。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个我看过了，看过了，我一直在关注着你。嗯，自从我们自己的客服团队介入以后，嗯，顾客的满意度直线上升，并且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。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嗯，我看到了我不在的时候你没有混日子。那当然，非常好，嗯，非常好。那老何，我还有事吗？聊几句吧。十分钟。OK。唯一的信誉度啊，直线下降，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了。虽然我们客户的评价度很高，但是我们的销量一直搞不上去。比起之前我们用的那个小程序自销，才多了15%，这点销售额还不够和唯一分成呢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有一个建议，你要不听听啊？想解约啊？哎，根据合同，本季度唯一的销售额还不到我们合同上的35%，我们必须要找其他的合作了。老何，老何，啊，你安排吧，这是你说的啊，我去安排了。哎呀，你等一下，老何，还有一个事儿啊。你之前研究的那个酵母技术到哪一步了？为什么突然间问这个？不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吗？哎，这个情况兄弟我心里没底。专利成分的研究本来时间就很慢，而且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。我这刚约了江教授，请他帮帮忙。直说，嗯，是不是股东们又说什么了？反正我就给你提个醒，
对赌合同就要到期了，我们要关注的是现在眼前的问题。你之前说搞什么高端生产线，咱们搞了吧？后来你又说建立自己的客服团队，排除万难我们也建立起来了。但是现在这现在结果都挺好的呀，怎么了？不是老哥，你还不明白啊？我这些啊，小钱，你那个科研那是大头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啊，不是老哥，你再见。哎，好，行吧。不是，老何，你再见。我拿我电脑，反正那些老家伙不会再给你钱了。宝贝，你别闹了，我这相亲对象马上就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，我们明明在交往，可是你为什么背着我出来相亲呀？我妈让我来的，我没办法呀。再说了，这谈恋爱跟相亲不冲突的了。骗人，我已经看过你的聊天记录了，你都已经相了这周的第四个了，你根本就是在骑驴找马。你根本就是自己想来，不是，真不是的。我相亲对象在后面，能让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吗？你这样闹下去挺没意思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信任。你放心，我就和他见一面，我们什么都不会发生的，好吗？眼光不行吗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真的，真的，我的心里面最爱的就是你。好，那我相信你。对呀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两个人谈恋爱嘛，有时候啊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乖啊，去吧。你又有不敢。那，你先回去吧啊。没事儿，我一会儿就来了。没事，和你没关系啊。姑娘，你傻不傻呀？他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家里人让来的，这三番五次的背着你出来相亲，他就是不爱你啊。不是你谁呀？你凭什么这么说啊？我就是你的相亲对象。宝贝，不是，不是这样的，宝贝。宝贝，哎，别走，听我解释。宝贝，不是这样的，他瞎说，我跟你说。摸够了吗？用不着你夸我，我知道我很厉害。我是说你的相亲对象挺厉害。广州打情骂俏呢，张宇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破坏了你和小何的约会气氛了？
怎么会呢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跟他是什么关系都没有，真没有啊，真没有。那我怎么听说你已经住到他们家去了呀？我向你说两句啊。教授，您就别逗他了。我说他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佳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和小何约好了，来谈合作的事。教授，要不然我们换一个地方聊？哎，不用，我换地方，你们聊正事儿，我这先走了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吃饭吗？改天吃，单独吃。回头看病。多好的姑娘，啊！就是我们谈正事儿。哦，对，正事儿，正事儿。这么晚找我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找过梁慧了。你找梁慧，这么平常的一件事，你跟我说她干嘛？你不会找我来就跟我说这个？我问了她关于陆云的事，她都告诉我。她能知道什么呀？八周，在那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面，你跟梁慧一直在你们的研究所。24小时，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。在那期间，你根本没见过陆云。可最后在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却说，她怀孕八周。你别挑剔了，两杯。谢谢。我不是想揭你的伤疤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你有必要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呀？什么可解释？错的人不是你，你就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。那是我们俩感情的事，跟别人无关。陆云是一个特别好的女人，她很完美，真的特别好。我不想破坏他在别人心里的形象。两年多了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你关于陆云的任何事情。我相信你不可能做出对不起陆云的事情，但我不代表所有人，所有人都在误会你啊。没有人误会。可以，你可以不在乎任何人的感受。那陆曼呢？陆曼是陆云的亲妹妹，姐俩感情那么好，你就打算让陆曼一直这么误会下去吗？陆曼误会我，重要吗？陆云已经走了，他已经走了，尊重逝者吧。这件事早就应该翻篇了，我也不想再提了。那你就想着一直隐瞒下去，一直到死。瞒着呗，反正都已经习惯了，烂在肚子里。
走了，求你姐。帮我忙呗，也烂在我肚子里。谢谢。习惯翻开一本书，好像真对失眠有帮助。结局太仓促，故事存着一本就倒数。台灯不敢关，就被空一半。手机里的那个他和你都不相干。谁比谁勇敢？谁又比谁更孤单？在白天，然后翻了每个页，有什么特别就珍藏在后续的纠结，还是不如改变对面，只想要平静的聊天，就像老朋友轻描淡写，我们对不上。几小时在白天，然后分了每个夜，有什么特别悄悄藏在谁的纠结，还是不敢对面，只想要平静的聊天，就像老